大家好，把花椒和马齿苋搭配在一起，到底会有什么神奇的作用，你们知道吗？这可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和结晶，知道的人并不多，简单方便，省钱又实用，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。这种做法从小就看着我奶奶一直用到现在，它能够帮你解决很多朋友的大烦恼。马齿苋和花椒都是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两种食材，那么把这两种简单的食材搭配在一起，到底会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呢？视频看完之后你就赚到了，比你中500万彩票还更值。同时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出去，这样能帮助到更多的人，包括你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了，下面就把马齿苋搭配花椒的经典做法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今天到超市花8毛钱买了一把马齿苋，它在我们农村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野菜，田间小道上随处可见，懂它的人把它视如宝，不懂的人把它当作一根草。而且它的叫法也有很多，比如说蚂蚁菜、瓜米菜等多种叫法，不知道你们那边叫什么呢？马齿苋也是一种药食两用的好食材，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是特别高的，它也被誉为菜中维生素丸，里面含有丰富的葡萄糖、苹果酸、钙、磷、铁以及多种维生素，还包括膳食纤维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糖类等多种营养成分，可想而知它的营养价值是特别丰富的，所以说适量的吃上一些对身体的好处是非常多的。而且它的做法也有很多，可以用来炒鸡蛋或者是凉拌，都非常的开胃，好吃又下饭。假如你采摘了很多的话，可以把它洗干净之后晒干收藏起来，随吃随取，非常的方便。下面准备一小把马齿苋，先把它处理一下，像这种烂掉的叶子一定要把它去除干净，这样食用起来也比较健康。还有就是根部比较老的地方也给它摘掉一点补药，里面残留的杂草同样的要把它清理干净，这样清洗起来也比较方便。接下来再把处理好的马齿苋放入盆中，然后再往里面加入多一点的清水，水的量一定要没过食材，紧跟着再往里面加入一些小苏打，散开式的加入，大概是1勺的量，再加入1勺面粉，同样的散开式的加入，最后再下手把马齿苋清洗干净。我们都知道马齿苋是生长在泥土里面的，风吹雨晒难免会沾染到一些灰尘和杂质，还有虫卵，而小苏打能够有效地去除表面的农药残留，面粉又具有很强的吸附能力，它能够有效地吸附掉马齿苋上面的灰尘和杂质，所以说用它们两者来清洗马齿苋会洗得更加的干净。我们在清洗的过程中也可以用手给它甩一甩，把里面残留的脏东西给它甩出来，这样吃着放心也健康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我们可以睁大眼睛看一下，里面的水明显比之前脏多了，清洗出了很多的灰尘和杂质，而且水也已经变得十分的浑浊了。然后再把这些洗出来的脏水倒掉，重新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它多淘洗两遍，洗去上面的面粉和小苏打，以及残留的灰尘和杂质，直到把里面的水洗至清澈为止。
像我这样清洗过后的马齿苋就非常的干净了，表面看上去明显比之前清爽多了。你们只要看一下里面洗出来的这盆清水就知道了，一目了然，清澈见底，每一根都洗得干干净净，明明白白的，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了。最后再把洗干净的马齿苋控水捞出，装入碗中，紧跟着再用剪刀把洗干净的马齿苋剪成小段，这样既能使里面的营养成分更好的释放出来，而且还能方便出味，又能减少煮制的时间。全部剪好之后，先放一旁备用。而花椒也是我们厨房当中一种比较常见的调味食材，它能给菜品起到一个去腥增香的效果，香味独特，它除了食用之外，还有其他的很多用处。接下来先把处理好的马齿苋倒入锅中，然后再往里面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水的量一次性要加够，中途不要再加水，要不然会影响它的作用和效果。在这里没有电锅的话，也可以用砂锅或者是养生壶都可以，但是千万不要用铁锅。紧跟着再往里面加入一小把花椒籽，再用筷子将其搅动一下，搅动均匀，然后再盖上盖子，开大火让它煮开。水开之后再转中小火给它煮上15分钟左右，把马齿苋和花椒里面的营养成分充分的煮出来，这样效果和作用都会更加的好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我们打开盖子，哇，好香哦，一股热气腾腾的花椒和马齿苋的清香味扑鼻而来，这时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全部的煮出来了，汤水的颜色明显比之前深多了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麻烦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与鼓励。紧跟着我们再用漏勺把里面的残渣控水捞出来，因为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全部的煮出来了，没必要再煮下去了，尽量给它捞得干净一些，这样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。像这样一道非常简单又经典的马齿苋花椒煮水就这样做好了，而且里面的营养成分已经充分的溶解在水中了，汤水的颜色也是粉粉嫩嫩的。再把做好的马齿苋花椒水倒入一个大盆中，把它稍微放凉之后就可以使用了。那么这样做的花椒马齿苋水到底会有什么神奇的作用和效果呢？这也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和结晶。假如你的脚痒痒的，就可以用它来泡泡脚，非常的好。虽然做法简单，可它的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，好处真的是拿钱都买不到。假如你知道还有其他的效果和作用的话，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，这样能帮助到更多的人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